是，你怎么那么喜欢露营啊？你看我南方那些朋友都去露营了，我必须不都说。当你有个南方朋友，这样现在啊，你有病吧？干嘛？不是，你看我穿的什么？你有病！这个天你还穿那么厚？哎呀，都行，二八乱穿衣，你扛得住就行啊。扛什么？外面那么大太阳，有什么好扛的？走吧，来都来了，大家。哎呀，陈弟，哎呀！哎，要不咱别整了，上车吧。啊，回家吗？不行，我准备那么多吃的呢。不是，咱上车吃呗。哎，在家躺那发啥似的？哎，中午吃啥呀？我都饿了。对啊。小白准备了，我还准备不少呢。行。弄啥呢？半天。再等一会儿吧。几个意思？啊、不是。烧烤呢？火锅呢？没弄那些啊。你们南方人露营不用吃饭 啊？不是，露营不就是喝喝茶、聊聊天吗？那些去饭店不好吗？多慢多惬意，小雨配上热茶。饿，妈越来越饿了，那低血糖了都。嗯、这不有金桔吗？给你。下去。回去吧，我也饿了。走。别，这么美的意境多浪费啊！咱们就不能换个风小的地方吗？咱们然后买点吃的，我还带投影了，咱们再看个电影，打打牌，打打游戏，实在不行还能唱个歌，多好呀！你确定看电影、唱歌、打游戏、打牌？嗯，能找到地方吗？走。又来澡堂干什么？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啥都有，还没有风。大哥，我要的是大自然，是微风，是小草、树叶在我身边飘啊飘。我靠！我去！啊！世外桃源吗？这是？我的天、啊！真有帐篷！我去、啊！牛逼！说给我打电话啊，我到时候给你安排。呀，哎呀，你发消息呢，别说话。不对，你不行不行不行，他给我抖包袱呢，必须配合他。别说话。别笑了，你别笑啊，我没笑。哎，你别看我，我没看。别说话呢！你有病吧？他跟我们，我操！哎呦我的妈！在北方朋友感受南方夜生活。我们7点就回去吧，南方夜生活不是你们能过的。对不起谁呢？一个个熬夜冠军，你搁这吓唬谁？就是、啊，今天谁也别怂啊，看谁先搞。行，这是你们说的啊，先吃。这芋圆行啊。哇塞，你给我留一口，给我留一口。什么呀？哇，神奇。可来可来，一个神奇的地方。老板，这是怎么卖的？别吃了别吃了，留点肚子，带你们吃个好吃的。走，吃饭来吃饭来。喝粥啊。那你说这广州咋回事啊？刚才那老太太扎堆聊天就没了，你说现在要出来喝粥吃油条，这半夜咱总该早上干活，就跟有时差似的。怎么是咋的？你们怎么就吃上了？你这是些什么？哦，哎，我去，也没人告诉咱呢。少拿点吧，海鲜大柜柜的。也是，平时十来块钱一盘。
这生蚝再来点，吃什么还吃什么？上菜，快点快点！哎呀，给我，拿点拿点，这个我爱吃。怎么样，南方夜生活好吧？还行。哎，咱吃完干点啥呀？消化消化呗，这才是刚开始呢。咋消化呀？跑步啊？有病啊！谁大半夜跑步啊？干啥呀？白云山，你就爬吧，老好看了。这不刚有病吗？刚才还嫌我瞧不起人，现在我去洗个头，一大锅白开水，我的油头痒死了。看的。啊？你们为什么非得要去爬山呢？山上好看啊，都去上面啊。牛逼呢？不是都两点了，我这个点山上要是有人，我背你下来，再叫你声爹。麦嘎，好多人啊，麦嘎。哎，他们都不睡觉吗？不可能。快去拍照吧，然后背我下山了，千金。加油！再不回酒店我就累了。哎，这好打车吗？订完车了。哎呀妈，可算干点人事了你。啊，还是夸早了。他妈几点了？四点十五。对，咱几点飞机来着？四点半。操！来来来来来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个。不是，进货呀！便宜，多来点。便宜？在南方你跟我说便宜，我在东北都不敢这么买。帮朋友，为什么在南方买不那么多？我买不起。第一站买起。五折？不是。江南皮革厂倒闭了？没有啊，这边就是很便宜啊，还有更便宜的呢。有更便宜的？哇哦，好看好看，这小白鞋行啊，妈买两件还要再六折呢。你说这一双鞋一双300？妈呀，不是，这不会是在哪儿的吧？这都是正品正规门店，这么便宜啊？这个好看，这个白的。是，这个也好看，这个也好看，这个蓝色也好看。买，这兜还有吗？到时候开单价了。走，这个价格真的六折？没有啊，都是啊。是个巨大的奥莱呀！太沉了。走，下一站。第二站买衣服。你们知道在市场买衣服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砍价啊！你要是不会砍价，得让人坑麻了。这个多少钱？39。39，人民币啊！包起来吧，不砍价啦！这么便宜，让老板砍我吗？这个怎么样？上外滩？好看好看，这个刚才那家有，回的那家买便宜。这件多少钱？100元呢。妈呀，50。这边市场都是这个价，走吧。姐，这多少钱？39。39。哎，怎么样？能上身吗？我给你拿着，我给你拿一件。69。多少钱？69。69有点贵。69算贵。49。49。49还不赶紧给我拿下。你要不然再涨点价的姐，你这价我不太踏实。拿货价这么价子。挑吧姐妹们。59。哇，好好看。40多。40多。哎，这个市场太便宜了，简直服装天花板。就是啊。这不是啊，还有更便宜的。怎么事儿？1.5块，这饮料3块，这牛仔外套6.66元，咱开个，哎呦我的妈，毛衣2.5元，毛衣，妈呀，这连衣裙7.9元，4.8元，疯了疯了，这个世界疯了，妈呀，那还有1.5元的，这啥地方啊？到底是？